总统蔡英文和家人在官邸用餐，没想到家人却经传确诊。除了蔡英文要被隔离到14号，先前有去官邸参加防疫会议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卫福部长陈时中，也都被列为要自我健康监测到16号。但因为蔡英文快筛阴性，这两位高官当天就宣布解除监测。有时候转弯的比较紧，有时候转弯的比较松。没有了，我们要把这个自我健康监测的定义要做清楚。那等到这个接触者他的一个确诊的情况出来了，比如是阳性，那这些自主健康监测人就有可能要被列入隔离者。那如果是阴性，那就解除自我健康监测。但看看先前基隆市长林佑昌才因为接触确诊者只隔离3天被骂翻后改成10天，但同场的教育部长潘文忠同样也是接触者的接触者，却自我健康监测了3天，但苏贞昌和陈时中却不用，难道防疫又有双标？政府官员应该要一律的平等，而不应该分大小眼。越是高官越应该作为全民的表率。就连阿妹的演唱会，卫生局都发了9000多则简讯通知参加的民众要自我健康监测，反观大官们却自行宣布解除监测，难道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？政府官员如果在他的行程中也被框列进去的时候，应该要比照老百姓这样子的作为进行自我健康监测。不能是老百姓非常的被政府要求，而政府的高官却对自己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防疫遇到官员就转弯，只要乖乖遵守规定的老百姓如何吞下这口气？记者张兆鹏、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